的尴尬吗？第一次已经讲完所有的话，第二次你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今天要拍这个系列，就是大家很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皮肤会那么好。其实这个话你知道不能讲的吗？因为不懂为什么，我只要讲这一句话，我第二天一定会生痘痘，不然就是皮肤很糟糕。我也不懂为什么，它就是比生痘还要准。其实我的皮肤真的没有那么好，你们可以看这两家比较是那种毛孔比较大，可能是以前的关系，就是小时候没有照顾好，常常挤这里毛孔比较大。我眉间这里的地方鼻子都会比较常长黑头粉刺，我睡眠的时候一定要戴着眼镜，没有办法全素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可能你们觉得我皮肤好是因为我不常长痘啊，可是我的生活作息其实不太好，我很晚睡，而且休息时间也很少，可能真的是我妈把我生得很Mommy, I love you. 对于皮肤的话，我会注重这几个要点。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皮肤属于什么性质。我的话就是属于中性肌肤，我的这两颊跟 T 字部会比较常出油，然后你就针对你的皮肤性质去买对的产品。第二点的话，我会注重的是产品的成分。像我的话，我会比较注重产品是不是自然的成分，添加维他命啊、玻尿酸这些东西，我会比较 care 这方面的成分。像是这样子的东西，无香料、无着色、低刺激性的东西，我会比较去选择它。第三就是做功课，其实 Google 是一个很好的用具，你们要善用它。像是我都会去 search 美妆部落客啊、美妆的 YouTuber， 他们一定会写试用过，然后再分享这个产品是好的、不好的，适不适合他们。然后你在中间做取舍，就是有一个白老鼠在你面前，就要当然要好好利用它，不对吗？还有一个我买产品的原则是，它不一定要是名牌，可是它一定要适合我。OK， 我现在就是要来分享我的产品。可是你们自己也要注意的是，今天我分享的产品不一定适合你们，你们还是要做取舍，就是做功课啦。别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了，来开始吧。我要把我的额头露出来了。哎，你跟我回来了。喂。哦，我额头好亮哦。好不习惯，怎么办？我们豁出去了。进入正题。第一个化妆水开始，我用的是艺人的化妆水，这个是日本牌子的。当然我会选择它的原因刚刚也有讲过，因为它的成分是无香料、无着色、低刺激性。这个的话是台币230之间吧，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卖，台湾的话可以在 Tomos Oxen 可以买到。用一个棉花弄湿，保养的东西都是向上敷，化妆品的话都是向下涂，因为向上是吸收。还有我的保养品一定会带到颈项，我看过一个报道，颈项是可以透露一个女人的年龄，所以也要好好的保护它。我会买这一瓶的原因就是它可以湿敷，通常我都是把化妆棉撕开两半，然后直接敷在脸上一到三分钟到了。其实只是拍影片啊，怎么那么认真呢？你们要记得是一到三分钟就好了。下一个的话，我会用噔噔 Innisfree 的绿茶籽精华液。我很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好用又平价。这一罐大概是台币800马币的，接近100块这样。你知道吗？精华液要这么便宜的，真的很难。精华液是我去年才开始用的，我觉得用好精华液真的有差别，就是它会更好的吸收后面用的保养产品。第三样的话就是保湿，这个保湿是神田药妆的。我其实是因为被它的药妆给吸引。一看是药妆，你就觉得哇，好厉害的感觉。那时候会买它，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说丝瓜水是比较天然的，保湿成分也很好。那时候我记得它很便宜，买一送一，台币99，马币15到17块这样子。很多人会讲丝瓜很臭，可是我觉得还好，通常不伤害我皮肤，我都不会去在意这些小味道。保湿的话，我会这样子轻压，让它更吸收。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拍。轻压就够了，对自己的皮肤温柔一点啊。OK，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步骤了，也是跟刚刚那个艺人化妆水是同一个牌子的，它就是艺人保湿乳液，我很喜欢用它，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成分。通常最后一个步骤的话，我会加按摩。按摩的话，我有四个步骤，我们先把脸上的乳液涂均匀。第一个步骤的话，食指的关节照着你的苹果肌这样子画半圆，带到淋巴线这里。
一次按摩一个十下，要很酸痛才代表有效，所以我每次按摩都会按大力，不过力度还是要抓好，因为我看到有人会按摩按到很紧。第二个步骤的话，就是用你这四指的指关节跟着你的这个地方向上提，再跟着淋巴线滑下来，这个的用处是消水肿，也是一样花个十下。第三个步骤，跟着淋巴线这样滑下来，在这个地方滑下来，这个也是弄个十下。最后的话，我就会用脸上还有多余的保湿乳液，我会这样子向上推，让它更容易吸收。一边脸十下，好，我终于快好了。这个、就是你们很期待也很想知道我平时如何保养我的肌肤。通常很少人会有加按摩这一个点，是我上网查这个方法的，他们有讲女人最好的保养年龄是20岁，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，知道吗？大家拜拜咯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还想要我拍什么生活影片的话，下面留言给我，加油。你在我旁边我会一直要用台湾腔耶，因为你在，怎么办啊？所以是我的问题吗？对，也是跟刚刚的艺人化妆水，也是跟刚刚那个啊，一个脸十下。什么叫一个脸十下？对不起，是一边脸十下。